分手仍护旧爱，张立昂请大家放过邵雨薇。张立昂今13日出席三立新周日偶像剧《三明治女孩》的密席记者会，换了金发造型的他显得很不习惯，觉得自己像屁孩。但他首度正面回应媒体与邵雨薇的旧情时，看起来更为紧张。他表示，他之前的状况很像被夹在工作与爱情之间的三明治。去年邵雨薇在国外忙拍戏，双方因聚少离多，最后选择分开。张立昂为了维护邵雨薇说的保守，当时还没有确认彼此的定位，该走到哪，但两边没有太同步。后来就是沟通后的结果，分手。对于外界指邵雨薇是劈腿惯犯，张立昂仍护花说担心比较多，表示两人有革命情感，也有传讯安慰他。但邵雨薇说去年8月已分手，但9月被拍到同看电影约会，他那段时间还称他公主，时间点似乎都不拢。他反复出注时间点不重要，现在就是好聚好散，还能当彼此关心的朋友。最后更恳求，希望大家可以放过他。再继续追问下去，他便推说在日本撞到很多树，忘记了。